这个切刀跟之前一样，因为他们只有这一个边有刀，然后需要是它下到这个位置之后，然后你才能转这个，转一圈才能动一点。对，然后这样的话，如果把刀下得太深的话，容易损坏刀，然后这样对机器不太好，这个需要特别注意。也是等这个东西转一圈之后，又回到这个地方，然后才能转这个东西，稍微往下压一点，然后动一下刀。